最近，多名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时被注销签证遣返。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消息也证实，近几个月来，每月都有包括中国留学生等在内的数十名赴美人员被遣返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明明手持 offer 加 F1 学生签证，曾经最顺利的入境 combo，怎么现在突然不好用了呢？原来这背后有人在故意捣鬼。2023年末，一架从北京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上，搭载着一位留美博士的求学梦，没想到最终竟然变成了一场永生难忘的噩梦。这位梦姓同学在飞机落地华盛顿后，直接被美国海关在机场扣下，进了小黑屋整整8小时，最终等来了被告知签证有问题，拒绝入境的结果。这还没算完，得到被拒绝入境的结果后，孟同学还被要求自费购买遣返回中国的机票，并且8小时小黑屋的等待后，孟同学又被强行搜身，还被要求随身行李、外套、鞋子都不可以带进去，最后又在禁闭室被扣留了12小时。当孟同学终于可以搭乘转机的航班飞往洛杉矶后，又被扣留了5小时，然后才被送上了回北京的飞机。还有另外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小 T， 耶鲁大学博士生，拥有着北京某一流大学的学术背景，同样是去年末从中国返美，在华盛顿附近的杜勒斯机场入境。机场海关在询问他所学专业后，将其带到询问室盘查8小时，询问其本科在校期间是否获得奖学金，是否受中共当局资助等，并检查其随身电子设备。盘查结束后，小 T 被告知其所持的留学 F1 签证已被注销，且5年内不得入境美国。被遣返回国后的孟同学，为了疏解郁闷的情绪，在社交媒体上加了一个有类似经历的难友微信群，其中6名女生都是在杜勒斯国际机场被遣返的。据极目新闻报道，截至目前，受害者联盟一共有11人，有人在机场被遣返，有人在国内值机前被撤签。经过交流后，孟非发现几人均为名校毕业生，涉及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等学校。国内所获学位的专业背景包括生物科学、预防医学、统计学、材料物理化学、通信工程、德语和工商管理等。目前在美就读学校包括耶鲁大学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，有2个硕士生、6个博士生，还有1个博士后和1个持工作签证的女生。其中8位被遣返的同学中，有4人本科时曾获得过校级奖学金，1人获得 CSC 奖学金，均没有参与保密研究。不过，海关没有告知任何一个人被遣返的明确理由。此外，基于目前已知信息，被遣返的几人都是女生，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，美国海关可能不仅有种族歧视，还涉及性别歧视。不仅美国如此，就连邻国加拿大也跟着学坏了。据《环球时报》4日报道，加拿大联邦法庭裁定，一名李姓的中国工程学生被拒绝进入加拿大，理由为涉嫌间谍活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加拿大首次因为间谍嫌疑拒绝留学生入境。联邦法院首席法官 Paul Crampton 表示，有客观理由相信李曾经在北京一所大学完成本科学业，而该大学与中国国防关系密切。另外，他主修的专业为微流控，该技术在生物制药等领域有重要用途。 Paul Crampton 还表示，李的案件符合非传统间谍定义，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从事过间谍活动或接收过间谍培训，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的研究具有军事用途。对于目前中国留学生所面临的求学困境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日的答记者会上向美国政府开炮，他直指美方出于政治目的，对持合法有效证件和签证的中国赴美留学生滥施打压、迫害，动辄盘查、关押、逼供、诱导甚至遣返。近几个月来，每月均有数十名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方赴美人员被美方强制遣返。汪文斌称，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选择性、歧视性、政治性执法，中方对此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，敦促美方将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落实，撤销错误的行政命令，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限制中国赴美留学人员，切实保障中国在美学者、学生安全和合法权益。自特朗普上任以来，为了打压中国发展，留学生似乎成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，从曾经的美国梦一夜间变成了遣返噩梦。不知道这种对于广大普通留学生极为不公平，一个棍棒打死一切的行为何时能够停手呢？
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